赛事现场，紧接着要进行的是我们的第二试合 ，World Force 三方威胁战，30分钟一本胜负。首先入场的是现任 NTW 双打冠军之一 Lucifer。最后入场的是现任 NTW 无差别级单打冠军 CEO。
三方威胁战，第一方的选手卢西法。第二方的选手 K 山布。第三方的选手 C 宝。OK， 我们这边开始我们的三方威胁战。我们都知道 Lucifer 跟 KJM 是水火不容，今天加入一个来自 Moon Circle 这里的 CEO 啊。没错，其实他们三个人都有互有恩怨。现在是由键盘插针啊，其实三个人都不容易。现在没有想到是 KJ 五平，卢思凡跟 Zio 两个人夹在中间，像是乒乓球一样，好爽！对，连超级大声那边也是对 KJ 五也是很有意见的，没错，他废话太多了。先是由 Lucifer 这边锁住了对方的头部。Lucifer 紧紧的锁住是要控制对方，但是马上被反击。只有在这种的 K 路选手，请不要来我们这边骚扰我们，不要迁怒我们好不好？打不赢人家不要迁怒我们。这边 Lucifer 再次控制住了 Zio。多是对于腹部的三只肘击，卢西法这边终于被甩开来，闪避，在重量上的比拼，卢西法是不会落人的，没错，在那边来中指把它闪过，第三次，留下开弓，自由这边是非常灵活，是比较落他，卢西法再拿一拳，卢西法连续的尖撞压制，开场的压制给对方下了马威啊。强力的攻击，看到冠军也是想极力表现，毕竟双打冠军总是被别人说你都靠别人。全场沸腾往前过去，没有想到吃了 Zio 的一脚，Zio控制住，现在 Zio 要拿手，应该是不利，利用绳索这边固定住对方的颈部。他的拿手招式非常残忍，经过折腾的 Lucifer 有事不在， KJ 五在旁边似乎是蓄势待发，那蓄势待发不知道多久，在旁边完全在休息的状态，多
子的攻击。乌兹马天上次战力六伸缩，反弹的六伸缩出手，破坏了自由的进攻。危险！果然马上被 KC 五拉住了脚。K 组要爆刚才这个破坏我跟卢西宝单挑之仇啊！没错，你敢来闹我们，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K J 物也就是忍耐而已，只会作弊。危险，危险！那就是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男人啊 ！K J 物想上来，卢西宝早就看你们爽很久了。太帅了，卢西宝！上去连续的攻击，漂亮。看出来卢西宝的伤势全是。卢迪宝相信，这个在面对 KJ 五的压制，一定会更想挣脱。没错，没有那么简单啊！我不要再输给你这一次了。吉博好坦了。哦，采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。我们知道 KJ 的耐力也是非常强的，是，胸口已经红肿起来了。杨志，几秒？两秒，读秒两秒，时间已经经过五分钟。哦，卢志本在台上受到了大量的重创。在自由没有恢复之前，仿佛只能任由 KJ 五这边宰割了。现在 KJ 五暂时控制住局面，比出了关键手势之后抬起来。哇，相当大力啊！没有想要直接接牙齿，继续的破坏。再三肘击，肘击之后，卢锦鹏这边虽然意识感觉已经朦胧，但是听到了数秒，第二下一定要振作起来。肩膀还是抬了起来，没那么简单。黑屋趁着对方体力还没恢复，进行了锁喉，继续削弱对方的体力。现在关键是卢锦鹏加油啊！吴立邦恢复自己的精神，站了起来，两次的肘击控制住了 KJ 五。你不能抢我的胜利，不能抢我的胜利。KJ 五这边邀请自由一起合作来进攻 Lucifer， 千万不要。免这个废物怎么样？啊！哦，他只有答应了，两人的合体。哇 ，Lucifer 在身体力还没恢复之前，还要遭到两人的围剿，太惨了。这个现在。两个人互相利用啊，毕竟三方威胁战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没错，互相利用。哦，哇，你就做东西，把人当作武器。哦，牙齿，两位成功吗？直接放开了他，然后继续破坏。但是胜利到底是谁的还不好说，到底是谁要压制？毕竟只会有一位胜利者。没错，现在互相不爽了。完了，这就是当初说好合作，却没有谈好到底最后奖落谁家。没错，看来 Lucifer 会渔翁得利吗？我们要知道合约都要谈好啊。没有签字都不算。就算 OK， 两人决定。至少先一起把 Lucifer 这个问题先铲除掉，把 Lucifer 先把他撑过去，然后再转动对方，一起压 Lucifer， 再控制住，起来，结束，下去。
了名的耐打。小兰可惜啊，卢锡凡要再接再厉，刚才感觉已经是最后的风中残烛之力了，不知道卢锡凡还能不能挺过这一场比赛。观众都替卢锡凡加油啊，恢复体力，继续往前走去，天平之力很重，哇，来了，燃顶炸弹，脱离开角柱，继续压制，2秒，独秒二，还是两秒。但是使用最后出攻击力道 ，River 要赶快紧接着在 CO 恢复上台之前。最好赶快压制成功啊！哦，抬了起来，但是可以撑住，凭着身高的优势，踩到地板都砸到了优势。哇，大脚的踢击，糟糕了，糟糕！哦，差一点点。KJ 五不敢相信，竟然只有两秒，自己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。是，现在比赛已经经过了十分钟了。要是前面少花点力气呛我们的话，说不定现在有力气再用一招。KJ 五居然掌握，现在外面是优，但是出现了。两个人都飞出去了，我要飞了吗？我快往下去！哦！场外乱斗，请各位观众注意自身安全，并且注意自己随身的物品。哇，一个相当漂亮的场外飞扑啊！完了，让这个来自月亮马戏团的 ZO 来到场外，那所有东西都会成为他的武器啊！没错，他的相当擅长这样的武器。利用擂台，利用各种角度进行选手的破坏。毕竟我们知道擂台上保护措施比较多，但在擂台外啊，都是坚硬的金属啊。是。来 ，Lucifer 有危险了，又是一次在这方面控制住，进去。看出来，卢锡凡在读秒二的时候突然恢复了神智，再一次的争夺。哇塞，卢锡凡相当危险啊！现在如果是以后再攻击的话，比赛有可能会结束。时间已过去十分钟了，赛事进行了十分钟，体力也差不多快接近耗尽。会是天鹅炸弹吗？天鹅炸弹的一个预告，但是卢锡凡提前一步站了起来，破坏了你的计划。哇，这个角度危险！这个角度，这一记危险，很重的一招，但是我们的小坏蛋来了 ，KJ 五，旁边拿住了，你要干什么？然后这是三人一起的招式，你要下去，我们要下去，来来来，这边是自己把最自由的敌同时没有想到会有黄雀在后 ，KJ 五，顺势炸弹的对方卢锡凡，连续压制再一次，读秒二。未能压制成功，哎呀，差一点被 KJ 五渔翁得利啊！太卑鄙了，真的是卑鄙！哦，丢掉了自己的护肘，拿出难不成他自己的胳膊肘就是他的秘密武器？哦，吊车弯摔吗？这边是一个 Super Leg， 这个准备姿势，打了起来了，什么地方？都会比他高出好多的选手，所以战过也是撑了很久的时间。现在比赛太刺激了，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获胜。现在自由居然上台了，自由上台到 KJ 五吓到吗？皮带，皮带。KJ 五居然跟他要皮带攻击，这是自由擅长的招式。自由要把皮带借给 KJ 五，还是用他来打 KJ 五呢？哦，走出来了。那条神圣洁白的皮带，有 KJ 五这边控制住 Lucifer， 闪开啊！自己吃
下一场的赛事将会是这一次压轴的赛事，我们会在晚上的7点开始，各位观众，我们7点见。